泰山又名东岳、泰岳，位于山东省东部，地属于泰安市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墨客都赞叹泰山日出的景观，每个去泰山旅游的人都把看日出当作必不可少的项目。云海玉盘是泰山的四大奇观之一，岱庙位于泰山南麓，俗称东岳庙，是历代皇帝举行封禅大典和祭拜泰山神的地方。天矿殿为汉族宫殿建筑之精华。南天门又名三天门，是泰山登山盘道的顶端。天街是指南天门向东到碧霞祠的一段街道，全程一华里，南天门向北的一段路约100米，被称为北天街。泰山石刻涵括了整个中国的书法史，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行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，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。五岳独尊历来被视为泰山崇高地位的标志性赞誉，泰山上的五岳独尊石刻是众多古迹石刻最具代表性的杰作，现在已经成为泰山的标志。碧霞祠位于泰山极顶南侧，清乾隆35年重修后改称为碧霞祠，并沿用至今，每年有逾100万的香客和游人登碧霞祠朝拜，祈求神灵保佑。在夕阳的映照下，云峰上镶嵌着一层金灿灿的亮边，闪烁着奇珍异宝般的光辉。瞻鲁台视野开阔，是观看夜景的最佳位置，向上可以仰望银河，向下可以俯览泰安市的繁华景色。